同学们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考点，杜邦分析体系。那么对于杜邦分析体系这一块呢，首先还是要我们一块来复习一下这个指标的这个分解哈。我们杜邦分析体系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权益净利率，也就是要分析所有者投入资金的获利能力。那我们第一次分解呢，是把这个指标的分子分母同时乘以资产，就把这个权益净利率分解为这个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乘数。第二次分解是把总资产净利率的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一个消耗收入，然后又分解为我们的这个消耗净利率和周转率。实际上，我们按照杜邦分析体系呢，它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分析，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你的消耗净利率，其实你可以按照产品分析，就是每一个产品的盈利情况怎么样，也可以按照收支项目分析，因为净利润是收入减去各种成本费用项目。那么你要看一下是这个营业净利率变化是由于收入这个变动引起的，还是成本费用变动引起的？然后成本费用变动是哪一个成本费用项目，对吧？此外，我们还可以比如针对顾客，那他如果告诉你说我们这个有些相应的一些大的客户啊，有哪些客户，那你也可以看看不同客户的盈利能力，包括我们这个推销员是吧？那么他的这个盈利能都可以，就是根据你的具体的案例的要求去做相应的分析。那么对于资产周转率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分析一下究竟是。哪一个资产，它的这个周转率的变动引起了我们就可能哪些资产或者是吧，哪些资产属于最主要的导致我们周转率变动的这个原因？所以你可以联系资产负债表，然后呢结合我们的这个利润表，因为你的周转额用的是利润表，对吧？那么对于权益乘数的话，实际上我们权益乘数和负债比重是同方向变动的，那你还可以进一步去做它的负债的这些分析。所以实际上，杜邦的分析体系啊，就是把这个权益净利率层层分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前两次分解，我们会形成三个有关的公式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把权益净利率可以分解为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乘数。第二次分解是把总资产净利率分解为消耗净利率和周转率。然后呢，我们把前两个给它合并起来，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杜邦等式，就是权益净利率是分解为三个方面。盈利能力的指标就是销售净利率，也称为营业净利率，对吧？然后呢，就是营运能力的指标周转效率，另外就是我们偿债能力指标权益乘数。那么我们对于杜邦的分析体系，我们在利用它这个分析框架做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要看一下，就是权益净利率这个核心指标，它是受你的经营战略和财务政策的影响。那么对于经营战略的好坏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总资产净利率，是吧？那我们对于总资产净利率这个指标，如果想提高它，可以通过什么？一个是提高你的这个，就是销售获利能力，一个提高你的周转效率，对吧？不过一般来说，我们采取的经营战略的模式呢，有两种模式，一个是高盈利低周转，是吧？就是我们讲这个专业对外也谈了，就是我们可能单位的毛利会比较高哈，就是每一件产品我售价定的非常高，我售价定的很高，但是呢，这样的话你走的量就少了，是吧？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就是薄利多销。那就是说，我们低盈利、高周转，啊，没有说哪一个策略就一定是好，哪一个就不好，是吧？我们关键是要看什么呢？两者的共同作用，总资产净利率，是吧？你可以采取啊，就是高盈利低周转，也可以采取低盈利高周转，但是我们是希望总资产净利率要提高。那么财务政策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权益乘数。权益乘数是反映财务杠杆的一个指标，权益乘数越高，说明负债比重大。那么负债比重，我们知道负债有它的优点，它可以利息税前列支，是吧？那么它可以发挥财务杠杆的这种效应哈。但它也有缺点，你的负债比重太大，可能财务风险大。我们也经常会谈到风险，它并不是说就是贬义词，不是说风险。就一定要越低越好，最好没有风险。那我们企业就啥都别干了，就只是买国债，是其他什么都不干了，因为国债无风险。其实我们强调是要把风险控制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在意的是两者的配合，对吧？所以就是也是一个反向搭配。你看我们前面谈的这个经营战略是反向搭配，就是营业净利率和周转率，你可以反向搭配，对吧？高盈利低周转，或者是低盈利高周转。那我们对于这个，有关财务政策这一块，到底采取高杠杆还是低杠杆？你要看你的经营风险的情况，对吧？也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总杠杆系数，它是等于经营杠杆系数乘以财务杠杆系数。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他如果问你这个财务政策是不是合理，
你一定要看他给我的案例背景里面有没有提示他的经营风险的情况。如果这企业本身经营风险已经很大了，那你的杠杆就低一点，是吧？反向搭配。但如果这企业它目前是处于成熟阶段，经营风险很小，那我们就可以适当提高财务杠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策略的，就是是不是合适哈？我们说这个反向搭配这种啊来分析。我们看一道例题，他告诉我说这个公司是一个汽车销售企业，那么先要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做分析，然后来发现和对手的这个差异，给了我们有关资料。首先，他是给了这个公司2020年的主要的这个报表数据，就资产负债表的项目，还有利润表的项目都给我们了，而且还提示我们这个资产负债表项目的余额代表全年平均水平，而且提示这个企业啊，目前经营环境的这个风险比较大，是吧？它受政策的影响也比较大。那么第二个资料是给了一个竞争对手乙公司的相关的财务比率。那我们看它的要求，第一个让我们来算这个销售净利率、周转次数、权益乘数三个指标。那么销售净利率就是净利润比上销售收入，是吧？也就是净利润，销售就是营业收入，是吧？就是1200除以10000，那我们这个企业的这个销售净利率就是多少？12%，是吧？比那个对手要低，是我低盈利。然后我们再来看周转率，应该是拿营业收入10000除以我们的这个平均资产，那么10000除以8000，那就应该等于多少？1.25，对吧？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从经营战略来看的话，对手是什么呀？高盈利低周转，但是呢，我是低盈利高周转，我采取是薄利多销的措施。那我们再来看财务杠杆、权益乘数，权益乘数是权益比重的倒数，就是资产比权益。那你看我们的资产是8000，权益是4000，所以这样一除等于2。所以三个指标计算很简单，然后他让你分析一下各自的经济含义，是吧？那这个市场就营业净利率反映的是我们单位收入获取的这个利润的情况，是用净利润比上营业收入，实际上就把它的指标的那个公式一说就行了，是吧？那么总资产的周转次数呢，是用营业收入比上总资产，它反映了我们这个资产的周转效率，是吧？权益乘数呢，是用资产比上所有的权益啊，是反映偿债能力，是吧？就是说一下它的公式啊，然后提一下它的一个反映的什么能力就可以了。那现在我们关键是让你指出呢，甲公司和乙公司在经营战略还有财务政策上的差别。经营战略的话，甲公司和乙公司对比，乙公司我们刚才讲它是高盈利低周转，但是甲公司是薄利多销，是低盈利但是高周转。那么它让你分析呢，还有财务政策，那我们也是和对手比，我们是高杠杆，是吧？那么让你分析它和对手相比是不是合适？那么对于它这个经营战略是不是和对手合适呢？我们说关键要看它的这个总资产净利率，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24%乘以0.6，那么这个一乘，大家看这个对手的这个总资产净利率，二者相乘的话是14.4，对吧？而我们这个甲公司的话呢，用12%乘以1.25，那算结果是15%。那么和对手相比的上，我们还略有提高说明我们这个应该是合适的，对吧？也就是我们采取的是薄利多销的策略，那这个上是合适的。那财务政策呢？我们是高杠杆，那这个高杠杆合适不合适？我们关键要看一下企业目前的这个风险状况。他告诉我们说，目前整个汽车行业的经营环境的风险非常大。那既然经营风险比较大了，那我们财务杠杆呢，实际上应该稍微的低一些，所以我们应该适当的降低杠杆，来降低财务风险，降低你的总体风险，是吧？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杜邦分析体系的这个应用。同时大家也要注意传统杜邦分析的局限性。我们以前曾经考过，是吧？它就是考你，这个企业目前的分析体有什么不足，是吧？怎么改进？那我们利用传统杜邦分析体系呢，首先大家看，我们把权益净利率第一次分解是分解为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乘数，也就是我的经营战略。经营战略我们是按照总资产净利率来分析。但是总资产净利率这个指标的分子分母口径不匹配，因为净利润是归属于股东的利润，而你的总资产呢是负债加权益，是所有的投资人所提供的资金，所以分子分母它的口径是不匹配的，是吧？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首先是第一个局限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考虑它的这个就是利润的时候，我们没有区分经营活动损益和金融活动损益，是吧？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啊，它应该主要是靠它的经营来获取利润，是不是？所以呢，它的缺点在于什么呢？就是没有区分
经营和金融。那么到包括资产还有负债，它也是没有区分经营和金融，是吧？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金融资产，它实际上还没有投入到我们的实际经营活动，是吧？实际上是我们一个闲置资金的利用。那我们应该把它和我们的这个经营资产要区分开来。那同样呢，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那么经营负债是没有，一般都是无息负债，是吧？没有固定成本，没有这个杠杆作用。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把这个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混到一起，实际上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它的局限性就主要在于一个，就是我们衡量这个论呢，它也没有区分经营和金融，是吧？然后这个分母的总资产呢，也没有区分经营金融。那么从财务政策这个权益承受这块，这个啊，它的负债权益的一个比，就是净负债比上所有的权益，我们给它起名叫净财务杠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改进的这个分析体系框架啊，就是说，你看我们经营资产净利率，也就是我们谈有关这个，我们刚才这个 A 是吧？然后呢，第二块呢就是杠杆贡献率，实际上这个杠杆贡献率就是 A 减 B 乘 C。它的总资产净利率分子分母口径不匹配，是吧？分子的净利润是归属于股东的净利，而分母的总资产是负债加权益。但是我们的净经营资产净利率这个指标，它特别强调口径匹配，是不是？分子税后经营净是经营的利润，分母呢是净经营资产，是吧？然后同样道理，我们对于这个经营战略，它是什么样的模式呢？也是可以采取两种模式。就是我们把净经营资产净利率分子分母同时乘以收入，就分解为两个指标，税后经营净利率和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你可以采取呢薄利多销，对吧？也可以采取啊我们这个薄销多利，就是反向搭配，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再来看杠杆贡献率呢，它实际上就反映了企业财务政策的应用是不是好。那我们财务政策就是借债啊，我们的负债这个净财务杠杆，净财务杠杆是高一些好还是低一些好，这个关键要看你的经营差异率。这个经营差异率呢，就是把这个净经营资产净利率减去税后利息率，对吧？也就是 A 减 B， 我们起名叫经营差异率。那其实我们只有当经营差异率为正，那我们借债才会给股东带来正的回报，是不是？所以它是判断借款是不是合理的重要依据，是吧？所以通过这个杠杆贡献率这个指标为正为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企业财务政策的应用是不是好，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改进的这个分析体系的框架哈。同样我们对于这个改进的分析体系呢，它如果让你用因数分析法去分析各个因素的影响，我们也要会利用连环替代，是吧？比如说我们说权益净利率，我们就利用 A 加上 A 减 B 乘 C， 是吧？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依次替代，先把这个 A 因数替代为 A1， 然后再把 B 因数替代 B1， 然后最后是 C0 替代 C1，然后二减一、三减二、四减三，就是反映各个因素变动对权益净利影响，是吧？这就是我们谈的这个改进的这个分析体系哈。我们下面结合例子来看一下啊。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公司是一个制造业企业，为了做好财务计划呢，公司管理层准备采用管理用报表做分析，给了我们有关资料。首先，他给了我们这个公司2020年的重要的财务报表数据，是吧？那么他这个有关的这些就是资产负债表数值，他都给我们了。利润表的数据也告诉我们了。然后他告诉我说，甲公司的股东权益的变动都来自利润留存，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货币资金是本年营业收入的 2%。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货币资金来说呢，它到底是经营还是金融，它考试会给你提示。那它提示我们了，我们的经营活动所需要的现金是收入的 2%。 你看我们的收入是20000万元，所以我们这个货币资金你就要给我分解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其中经营部分它是按照这个收入的 2%， 也就是两万的 2%， 那就是多少呢？ 400。 所以我可以倒挤出经营，就金融的，那么金融性的现金呢，那就倒挤了，那我们倒挤出来就是200。然后你看它资产这方面，存货长期股权投资，我们给大家强调过，只有长期股权投资带投资俩字的，它是经营资产，对吧？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做长期股权投资，我们并不是为了短期炒作，
啊，低买高卖什么的，我们是要控制这个，比如说这个关联公司或者子公司，是不是？是希望通过它的经营来给我分得回报，所以它是属于经营资产，这是要注意的，对吧？啊，那么我们这个等于说资产里面，你可以看只有一项，就是经营现金这里，金融现金这一块有200万。所以资产呢，我们要让你要，如果让你分解的话，哈，经营资产和金融资产，我们金融资产是200。那你的经营资产就可以到几啊？那就是11800，是不是这样啊？因为资产分为经营、金融嘛。那我们再看负债这方面更简单，应付账款这一看就是由于生产经营引起的，借款的是金融的，是不是？所以它的管理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区分我们就好分了，是吧？然后我们再接着来看啊，然后呢，他告诉我说投资收益都来自于长期股权投资。然后告你就更加提示我们这个优先股属于金融负债，是吧？实际上我们一般站在普通股股东的角度来划分的时候呢，也是要给它处理为金融负债这样的。他说根据税法的相关规定，他说甲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是不交所得税的，其他的税率是 25%。 然后又告诉我们公司使用的是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股利支付率 60%， 经营资产、经营负债和营业收入都保持稳定百分比关系，给了我们这个公司呢编制了这个2020年的管理用报表，是吧？他给了一个，是吧？就是甲公司编制的这个管理用报表数额给了我们了，是吧？然后还有一个计算依据也提示来了，他要你要求你识别这家公司的管理用报表变是不是存在问题并加以改正。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编制哈。其实你看我们刚才都已经自己算了，那我们的这个金融资产，你看他这块写的金融资产是长期股权投，是不是不对啊？这个保准错误，长期股权投应该是什么？是经营资产，所以这个错了，这个应该是经营资产，是吧？然后呢，这个经营性的资产总计，他把所有的货币资金都放过来了，我们说不对的。我们的货币资金里面，它其实经营性的现金是不是只有400万啊？对吧？然后呢，你这块经营资产忘了加长期股权投资了，所以也是错误的，是吧？我们的金融资产应该只有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金融现金那一块，所以这是它的这个错误。另外还要注意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关就是金融负债这一块，金融负债的话呢，长期借款是有2000，对吧？然后呢，因为我们这里面也提示你优先股也是，所以你要把长期借款2000加上优先股的1000，那就是3000的金融负债，还要减去金融资产。那我们的金融资产多少呢？只有200，是不是？所以你要给它重新编一下，就相当于我们重新编它的管理用的这个报表。你像我们等于说重新编完以后，那你看我们给大家这个答案是吧？它的错误就是货币资金不能全部列为经营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是经营，优先股是金融负债，对吧？这是它的资产负债表的错误啊，这是资产负债表。我们再来看它利润表的这个错误啊，它利润表它是这个就是税前的经营利润的计算，它用利润总额加利息减去投资收益。投资收益呢，因为人家告我投资收益都来自长期股权投资，所以它的投资收益，这道题的投资收益应该是经营性的收益，对吧？是经营损益的，不是金融损益，不能一看到投资收益就是金融，因为我们这个它都提示你都是长期股权投资的一致性原则，所以这个利息费用这块就不能减投资收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就错了啊！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提出来它的这个错误哈，就是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是经营收益，是吧？这是这样的。然后呢，还要考虑它这个所谓就是有关税的问题，是吧？这个税的问题呢，因为它这道题提示我们的这个税率，长期股权投资的收益不交税，它适用税率是零，所以它所有的这个有关税这块全都用25%，这保准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我们就是重新给它编制啊，我们来直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谈的，我们经营资产，我们刚才谈了，就是把你的总资产里面的那个有关金融资产给它扣除，是吧？因为我们的金融资产就只有200嘛，所以是11800。经营性负债比较简单，就是那个应付账款。所以净经营资产就很简单了。然后我们的金融负债呢，就是除了长期借款以外，还要有这个优先股了，对吧？还有优先股。金融资产只有200的，
所以净负债就好说了，股东权益就主要是普通股的股东权益了。那么对于税前经营利润这一块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填的时候，因为他给的我们这个报表里面，你看他利润总额是3300，然后我们分析一下他这道题的利息 I 呢，其实就只有160，对吧？你看他的利息只有160，所以我们的这个税前经营利润 EBIT， 因为利润总额是扣了利息了，那你就把3300给我加上160，那就是 EBIT 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要考虑他这个应该交的税呢，那他交的税，因为他提示我了长期股权投资收益适用的税率是零，所以这样一来，你看我们这里面给大家这个提示，就是说你得把这个总的利润3460里面这个利润哈，这个100是长期股权投资的这个收益，长期股权的这个投资收益它是免税的，因为它是税后分来的，对吧？所以要扣除它，就是其他的是要交税，但那100不交税，是不是？啊，这样来得到你的税后经营利润，然后利息抵税是抵25%，是吧？是底下就简单了。所以就是他如果故意给你编了一个错误的管理用报表，那我们应该会去进行调整，会纠错，是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关管理用报表分析的一个例子啊。那么他这道题就是说，这个甲酒店是吧？那么它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然后甲酒店呢，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托管、合并、自建等方式大力发展经营业务。有一家投资公司呢，准备向甲酒店投资入股，现在正在对这个甲酒店的财务状况做分析。为了进行比较呢，就是投资公司选了乙酒店作为参照对象。乙酒店呢是中国酒店业的龙头企业，投资公司呢经过收集数据就得到有关的分析的结果，然后给了一个传统杜邦分析的这个结果，是吧？就是甲酒店和对手这个乙酒店的分析。大家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如果从营业经济里来看，我们甲酒店的净利率是比较低的，是吧？但是我们周转率高，是吧？但是呢，虽然我们是属于这个可以说是薄利多销吧，但是呢，总资产净利率并不是很高，它是比较低的，是吧？然后呢，又进一步来看它的权益净利率呢，因为它是利用了借债，所以使得我的这个高杠杆啊带来的这个权益净利率还是超过对手的。就是我们利用传统分析就得到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表啊，可以有大的结果。然后呢，又给了一个管理用报表分析。管理用报表呢，这两家酒店的这个税后经营净利润的情况啊，我们甲企业是低于乙酒店的，周转率呢，你看也是低于乙酒店。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如果是从我们的传统的分析来看啊，我们的周转效率还是不错的，对吧？周转率是高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分解，净经营资产周转率呢，它实际上是下降的。对吧？所以呢，就是如果让你分析为什么我们的净经营资产净利率，就是我们经营战略比对手要弱的，我们经营战略是不好的，对吧？因为总的净资产净利率我们是下降的，但既有你的经营获利能力原因，也有周转效率低的原因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关这个经营差异率，是吧？我们这个和对手相比，我们也是比较低的。那这个原因呢，就是一个是我的净经营资产获利能力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税后利息率太高了，是吧？相比对手是比较高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净财务杠杆的情况。人家对手啊是负的，所以说对手他实际上可能是资金比较的这个，就是有很多剩余的资金去投资金融资产了，所以他是负的，对吧？那我们这个是等于说是用了高杠杆，是吧？通过利用高杠杆，然后这样带来了这个高的权益净利率。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他问你根据资料一简要指出甲酒店酒店相比哪些方面存在不足。那我们就是刚才讲的，我们按照资料一的话会认为这个企业的主要的不足是盈利能力低，是吧？然后他这个周转效率还是不错的，是吧？周转率你看还是比较高的，他主要就是盈利能力太低了，是吧？那么这可能就是我们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是吧？他就认为是营业获利能力不足。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按照管理用报表分析来看，我们的不足不仅是盈利能力低，周转效率也低，而且我们的税后利息率太高了，对吧？所以这都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吧？所以就包括我们的盈利能力、周转次数，还有你的税后利息率的高，就可以分析的更加细致一些，对吧？那我们接着看一下第三问，说利用传统杜邦分析体系啊，分别计算的甲酒店与乙酒店的资产运营能力，并与改进的这个结果去比较，
结果有何差异，然后简要说明理由啊。那我们这个有关它的这个营运能力的，实际上我们就可以通过总资产周转率，它这边已经有了嘛，是吧？我们通过分析，他问你这个差异，那么这个差异就是说，传统的认为我们周转率是不错的，但是改进的认为它经营资产周转率是比较差的，是吧？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传统分析是不区分经营和金融，是吧？就是用总资产啊，然后这个来进行分析。但是我们这个改进的分析体系呢，它把资产分为经营和金融，所以净经营资产周转率呢，它更好的反映生产经营这个的这个运营能力，是吧？那么这个例子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利用改进的分析体系的分析的结果，要比传统东方分析它可能能够分析的这个可能更细致一些，是吧？能够揭示我们这个具体的就是经营资产它的这个运营能力，是吧？还有你的经营获利能力怎么样。好，那我们这一讲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